从前在大海里很深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美人鱼宫。妈妈为什么要离开家？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她自己？记不记得我爸爸出事前那个晚上？喂，你只有在生气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自己是真实的。事实现在已经摆在眼前，你已经没有资格，没有了。你和男朋友研究好了吗？我怀孕了，我不觉得他想跟我有孩子。我真的有能力做一个法宝吗？想，我记得这里。妈。哎。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为什么今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